我對我們元朗六鄉的是非常之有信心的，他多多來你就密啲手，將他打到去啊片甲不留，是吧？我就不是很明白，侯志強仲扮親善大使，你扮嚟做乜鬼啊？你博咩掌聲？邊個會俾分你？你就算係都唔會俾個 JP 你，你就算係都唔會俾個 BBS 你，你就算係都唔會俾個政協你。你以為咁樣嘅叫做年青人，我哋聽佢多啲，聽佢講係多餘啦。唔好將嗰啲年青人。